聊什么了这一路啊？主要呢聊了一下我们两位身上衣服的图案，比如说鹤和竹子。对，我们为什么喜欢鹤，为什么喜欢竹子，我们只是简单明确的去说了一下。对，你为什么喜欢鹤？因为呢鹤呢能给人带来一种高贵而吉祥的样子，所以说我喜欢鹤。你呢？因为竹子它有节，代表做人一定要有气节。然后呢我也不是经常都穿汉服，我也有时尚的一面。嗯，对对对，我所以穿时尚衣服走到街上的时候，也是有很多男生给我目光的。对，所以想让大家知道，他们是这个这个传统文化的爱好者，但是呢，他们生活当中也是很时尚、很阳光，也很有朝气的年轻人啊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谢谢。我不喜欢是说彩礼这个事情，因为呢在长春我有房子也有车，我只希望我的另一半呢可以跟我好好的在一起，以后呢愉快的生活，不会因为彩礼的问题去发生一系列不必要的事情。我希望呢我的另一半呢可以跟我有共同的兴趣爱好，无论是传统文化也好还是中医也好，因为呢我开了一间中医馆，我希望呢他也是学医的出身，这样的话呢可以弥补我在专业上的不足，而且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共同经营好我们日后的这一份事业。怎么看完之后我特别惊讶呢？怎么十六盏灯都灭了？一号楚南湖为什么灭灯了？虽然我很欣赏他能对传统文化有这样的热情，但是我是要彩礼的，哪怕一块钱也行。因为我们那边有结婚的小姑娘，当时她是为了爱情结婚的，可是在后面他们婆家人却说她的媳妇是白来的，不好的话就再换一个。是男方家说的这样的话是吗？对，然后我就觉得难受了，还好那个小姑娘不知道，我也一直瞒着她。那个小姑娘是你的好朋友是吗？对，我怕她知道了受不了。楚南湖，能再多问一个问题吗？你刚才说到的那位女性朋友，她现在的婚姻幸福吗？她兰因絮果，一个人了。这是必然的结果。我觉得不是说你的闺蜜管她的男朋友或者管她的爱人要了这个彩礼，他们家就重视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还是看两个人在爱情当中你选择的这个人对不对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彼此相爱，他是不是值得托付终生的人，如果不是的话你要了彩礼又能怎样呢，对吧？好啊，我觉得你说出来也我们也知道你有这样一个心结了。还有谁？为什么五号真好吃为什么灭灯？我是因为兴趣爱好这一方面，感觉就是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吧，感觉走不到一起，思想没有一种共鸣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兴趣爱好呢，每个人的兴趣爱好都不同，两个人在一起以后是因为我喜欢你，自然而然我会接纳你所有的兴趣爱好，我也会和你一起去培养我们共同拥有的兴趣爱好，根本不用担心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喜好会造成两个人之间的距离。为什么？我们就是中国人呢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最适合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群，是不是？我喜欢传统文化，我要做，为什么要做中医？因为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，它势必有价值，有道理。我们更应该在科学发达的今天，更不忘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。这是应该我们现代的青年，现代的国人应该要做到的事。不应该一味的崇洋媚外。好，非常棒，谢谢燕姐。来，缘分天使，谢谢，掌声送给梁，加油。天天依然灯火阑珊，